欢迎来到甜的姐姐和汉娜的频道。汉娜这个星期和下个星期都放复活节的假期，这个周末我们回去科隆走亲戚，这两天没有什么事情，我的原学校也放学，天天待在家里面呢，看这个上海的这个隔离的疫情，心里非常沉重啊，天天心情很不好，所以今天天好呢，就跟汉娜两个人到森林里面来走一走。好不容易现在是春天，我们前几个星期吧，得了一场新冠呢，在家里面两三个星期的也没有来森林里。到四五月份的时候呢，德国那就是真的春暖花开了，森林里面的这个各种野菜和植物都开始春意盎然，春机焕发。森林里头还是有的时候能找到荠菜的。那来，这个还没开花呢。这有一株，你能看得见吗？你看看旁边还有没有？它一直动啊。这有一堆呢，我找到了，一下就能摘一堆。爸爸给我送我的这生日礼物实在是太好了。这一片看上去像枯树枝的呢，这一片两边都是，就是我们国内说的虎杖。哎呀，今天来的时候它已经长了，刚长。哎呀，虎杖它长的时候，它就从上一年的这个枯树枝的下面蹦那个新芽出来的，就这么蹦出来的。这个还嫩了一点，还可以再等个一个星期，那后面那根长了就可以了。虎杖因为在德国的植物界被认为是最危险的外来入侵物种之一，所以大家如果在森林里面看到，尽情可以放心的采摘。但是因为虎杖非常酸，它有像德国的另外一种植物大黄那种非常非常酸的酸味，所以建议大家一次不用采摘太多，如果想吃下一次再来采摘就可以了。我有一个梦，像雨后彩虹，用所有泪水换来笑容，还有一种爱穿越了人海，拾起那颗迷失的尘埃，你的呼吸越靠越近，将我抱紧。我睁开双眼，想你在身边，无所谓永远还是瞬间，紧闭上了眼，你却又浮现，带我远离寂寞的边缘，忘了是非，没有伤悲，无怨无悔。我拥抱着爱，当从梦中醒来，你执着的等待，却不曾离开，舍不得分开，在每一次醒来。